在《青春环游记二》看图说出人物名字的环节，当周深看到张雨绮的照片，一秒反应过来是演过美人鱼的，但是答案在嘴边就是叫不出来名字。看着张含韵的照片，周深迷离的小眼睛里更都是迷茫，急坏了春游家族其他成员。不过之后周深也有回应，说真的认识姐姐们。粉丝们调侃，或许怪只能怪周深近视，而且隐形眼镜掉进了跑男的池子里还没捞出来。对于周深不认识张雨绮、张含韵这样的操作，28日中午张雨绮用美人鱼中的梗爆笑喊话周深，你没在法国排队吗？配出自己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采访的截图，表示说自己一直都挺红的，你有什么质疑我的点吗？周深同样舞技在线回应张雨绮，称我绝对认识您，更是求生欲爆棚，输出一大波赞美，还表示爱您的人情。